好，早安，回到第二个小时的蓝轩时间，蓝轩看世界，也跟收看直播朋友呢说声早安啊。OK， 好，那今天早上呢，这个天气还是蛮热的哦。这比起昨天来看的话呢，雨势会来得更小，就下雨的地方啊会来得更少。那大概只剩下呢，在东半部地区啊，还有东南部的地区呢，会有一些局部性的短暂阵雨。那其他地方都是多云到晴的这个天气状况。然后呢，大概只剩下午后啦，那就是会有些雷阵。所以呢蛮典型的，这个台湾的夏季的气候。好，所以呢是很热的，各个地方呢大概都是超过30度以上的高温，空气品质很不好。在今天的话呢，看起来说是因为呢吹东北风的关系，那这一次的东北风呢还夹带了一些微量的境外污染物呢移入台湾，所以整个的西半部地区还包括宜兰的空品呢都受到影响，所以今天呢简单讲花东空品区还算是比较好之外，通通都是橘色提醒，所以看起来是真的还蛮糟糕的。尤其是午后受到光化作用的关系，臭氧浓度呢还会再升高，所以呢从北部竹苗、中部云嘉南、高屏、宜兰还有外岛都是橘色提醒啊。好，所以呢今天要特别的注意啊。难怪我觉得我现在眼睛感觉上不太舒服可能已经不只是戴口罩的问题了。好，空气品质蛮不好的所以敏感族群的朋友呢可能要稍微的注意。好，所以呢除了今天呢这个高温炎热、空气品质不好之外呢，在今天最主要的一个气象上的讯息是台风。今年的第一个台风呢，现在目前呢已经在昨天晚上生成了，它在呢菲律宾附近的海面上，它叫做黄蜂那这个黄蜂呢是由澳门来命名的好，那这个黄蜂进行曲，大黄蜂进行曲是马友友非常棒的一个作品。好，这个黄蜂进行曲呢，它这个会怎么样前进呢？它大概呢就是从这个菲律宾在明天就会登陆菲律宾，然后呢在礼拜六的时候就出海到巴士海峡，那就在我们的右下方然后呢接下来就继续往上走。那目前呢好消息当然是它并不会直接影响到台湾，而且甚至连海上的台风警报呢应该都不会发布所以意思就是说距离台湾的海岸还算是远。不过呢在礼拜六、礼拜天的时候会为我们的东部跟南部地区带来雨势所以呢这个部分的话呢要稍微注意。好，所以呢这个周末假期如果你要安排一些旅行的话呢要稍微的注意这个东部南部是会下雨的，但是呢就水情来说的话呢当然是好消息否则的话是有点渴的。那另外一个话也要稍微注意，就是说这个周末本来就是说梅雨封面即将到来嘛今年呢已经算晚的了，但是晚呢还是会来，那但刚好呢跟这个黄蜂台风呢可能会撞在一起所以呢这个黄蜂跟梅雨封面呢会不会起什么样的相互作用，就是呢气象局呢副局长郑明典特别提醒的。好，那所以呢这个部分呢是在周末的时候呢要稍微注意的状况，所以呢后续我们当然会为大家关注。好，所以呢就是讲到在今年呢第一个生成的黄蜂台风大家把它放在心里头，周末的时候呢稍微注意这个相关的气象讯息。好，那回过头来看今天，我们就看每个地方详细的温度还有降雨几率。OK， 我们看到呢在北部地区是22到32度，降雨距离 0%， 中部地区呢是23到32度，降雨距离 10% 到 20%， 南部地区23到34度，降雨距离 10% 到 20%， 而在东半部地区呢宜兰22到29度，降雨距离 20%， 花东23到30度，降雨距离 30%， 外岛地区20到30度，降雨距离 0%。 OK， 好，所以呢这些是跟今天天气相关的讯息提供，还有空气品质蛮不好的，都是橘色提醒。好，那看完天气一样的，接下来的看的就是呢相关的疫情速报那在今天全球呢已经往400万这个之上继续迈进了来到了433万6836个人确诊29万2368个人死亡所以呢已经快要破30万人死亡了。那不过好消息当然是有1594226个人呢是 recovered 所以呢也接近是160万人从这样的一个染疫的过程当中呢恢复到正常的一个状态。好，所以呢这是全球的数字那就这个全球呢当然疫情最严峻的国家还是这个美国目前呢感染的总数已经来到了140万8073个人死亡的人数来到了83368个人。好，那就这个全球疫情最严峻的国家这个最新的这个计算呢事实上呢
是这个俄罗斯啊，接下来是西班牙啊，就是说西班牙呢目前是26万人啊，这个26万人是269520个人是总确诊的人数啊，那接下来就俄罗斯了哦、啊，所以俄罗斯非常快的急起直追，我看最近有这一两天哦、啊，有媒体报道说它已经是全球第二了哦、啊，不过我看在今天最新的啊，它还是第三，那这个第二是26万，我们刚刚讲到是西班牙，那这个俄罗斯目前是232243个人确诊啊。好，那但是呢，不过就这个目前呢 ，totally 啊，这个死亡的人数看起来的话呢，俄罗斯其实还好啊，这个包括像是呢，英国啦、啊、意大利啦、法国啦，其实都还是呢死亡人数比较多的国家、啊、所以等于是全球就死亡人数来看的话呢，第一还是美国嘛、啊、这个美国是8万多，那接下来的话呢是英国是第二啊，32000，意大利呢是30000，那法国跟西班牙呢都是26000左右，所以呢法国最近的死亡率、哦、已经快要逼近这个西班牙了、哦、所以呢西班牙相对来说呢等于是在死亡这部分的话呢，再从过去最高峰的意大利跟西班牙稍微退下来了、哦、那这个英国跟跟法国的状况呢比较值得注意、哦、所以呢这个全球疫情呢最严峻，如果我们就这个确诊人数来看的话、哦、目前应该是依序是美国、西班牙、俄罗斯、英国、意大利、法国、德国、巴西、土耳其跟伊朗、哦、所以呢讲到这个在这个前十个国家里面呢，比较特别注意的是呢往前挤的几个国家，那就是要看最新的确诊人数了。好，那这个最近的确诊人数啊，除了美国还是依旧的啊是第一之外的话呢，确实俄罗斯跟巴西不断的往上啊，那这个包括印度也是。好，我们来看呢在昨天，昨天呢全球新增的确诊人数是84546个人，那比起前两天都来得多，前两天大概都是7万多，那在昨天的话是8万多了、哦、那昨天新增的全球的死亡人数呢5237、哦、也是比前两天多、前两天都是3000多。 OK， 好，那这个总数是来自于哪里变多、哦、这个美国跟俄罗斯贡献还不少，美国呢在昨天呢又回到了2万多人、哦、这个新增确诊了是22239个人确诊啊，那新增的死亡是1573啊，所以呢，昨天美国川普还非常高兴的说他们胜利了哦、啊，那因为呢，这个确诊的人数第一次啊低于20000，就非常遗憾的是呢，也不过才一两天啊，现在呢又回到了20000以上啊，所以呢，就是美国他必须要面对啊重启经济之后，第二波疫情的卷土重来的挑战啊，所以呢，包括了昨天就他们的过敏剂啊，这好长啊，过敏剂传染啊，这个研究中心的主任Fauci 他就特别提到说还是担心、再次的警告，就美国的重启经济，因为目前来说的话呢，到这个礼拜底之前大概有48周都要陆陆续续或多或少局部的、这个或者全部的来这个重启经济、那但是他非常的担心、警告说第二波的疫情可能会卷土重来，我想跟今天我们看到这个数字、也是有关系的。好，那接下来就是俄罗斯、俄罗斯还是、这个连续的已经第10天了都是破万人、这个新增确诊、昨天呢是10899个确诊，新增呢是107个人死亡。OK， 那接下来是巴西，巴西新增是8459个人确诊，新增779个人死亡。好，所以呢，这个是这个全球这个疫情最新这个相关的确诊人数最多的这个美国20000多，俄罗斯10000多，巴西8000多。那比较好的消息是呢，在这三个国家之外这个突然间掉了一个很大的落差幸好我就看起来觉得比较安心，就是说接下来就是。第四个虽然是印度，但是它新增的确诊数大概只有3000多、所以这个不会像前段时间每次一念都是那种上万的啦6000多啦8000多啦挤在前面好多国家都是欧洲那几个国家什么西班牙啦意大利啊有一段时间都是这个样子。但是在今天看起来的话呢只有前三大看起来数字挺吓人的。那接下来的话呢就也还是新增不少了但就没那么多好。印度新增了3524个人确诊，新增121个人死亡。英国新增3403人确诊，新增627个人死亡，这个死亡人数多了一点啊。那接下来的话呢，就都是1000多了那所以呢，这个沙烏地阿拉伯新增1911个人确诊这个新增9个人死亡。巴基斯坦新增1733个人确诊，57个人死亡。休息会儿再回来。
好，回到蓝轩时间啊，所以我们刚刚讲到的呢是目前全球最新的疫情啊。如果说我们把这个疫情新增的状况啊分为简单的几个比较是这个比较，比如说这个高等级的警报区啊，比如说假设是高等级的、中等级的、低等级的话呢，简单讲美俄巴啊这几个呢，目前看起来呢，在每一天新增的数量来说的话呢，都还算是呢拉比较高的警报的。那接下来的话呢是印度跟英国啊，那这两个国家呢，目前看起来呢也算是中等啊，但是距离呢这个第一级的呢其实落差还蛮大的，包括昨天突然之间啊，就前一天突然之间呢这个暴增的这个西班牙到了3000多，现在它也退回到1000多所以呢接下来的呢第三等级的话呢就是一连串呢噼里啪啦的都是啊，这个每一天新增确诊都是1000多人的啊，所以我很快的把它念一下啊，这个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土耳其、智利、卡达、伊朗、意大利、西班牙、加拿大，还有呢这个是墨西哥啊，所以呢这些国家的话呢就是我们先前有讲到的，就是说在中东地区的话呢大概来说就是伊朗、土耳其跟这个卡达啊，这些国家比较值得注意啊。那这个伊朗是先前最先爆发疫情的，那急起直追的后来居上的是土耳其，那最近卡达的啊这个人数也变得比较多。那至于呢在南亚部分啊，就是印度啊跟巴基斯坦啊，这些国家呢比较值得注意啊，还有孟加拉。那 OK， 中东刚才漏讲了一个沙烏地阿拉伯。那另外的话呢，现在呢，欧洲地区的话呢，就是慢慢的啊，也是退到了比较就一样哦，都是有一些新增的确诊，但是退到了比较后面一点点啊。但是会不会随着呢重启经济呢，又开始啊这个比较让人家紧张起来？像是德国，他们呢其实是非常的紧张的啦。我觉得德国也是一个相当有纪律的国家，所以我今天还特别看了一下啊，到目前为止的话呢，德国在这一些呢，像是意大利、西班牙、英国、法国新增的确诊案例当中，它也是算很少的，它大概在昨天只有559个人啊。那但是他们其实相对来说是很提高警觉的啊，所以呢对于梅克尔来说的话呢，他们发现 R0 值是已经到了 1.1 啊，就是一个人会传给 1.1 个人的时候啊，他们其实已经定了一个相关的啊这个新的制度，叫做刹车制度。这个刹车制度当你重启经济发现重启之后呢，发现疫情呢重新起来的话呢，要踩刹车，踩刹车之后呢，重新进行相关的一些限制，相关的一些呢防疫的措施，要开始重新启动啊。所以呢，我想这是德国哦，他们很理性的去做一些相关的布局，这个部分呢也是可以跟供各国做参考的。那对于台湾来说的话呢，算是好消息是30天了，我们30天呢是零本土这个本土零确诊啊，所以呢在这个好消息的同时，我们当然这个也开始希望呢能够进行防疫新生活就是用一个比较算是戒慎的心情，但是呢也还可以让自己的生活回到一个比较是日常的状态啊。但是我想相关的部署我觉得应该要随时要警戒，要超前所以呢包括这个刹车制度如果重启什么样条件底下重启，我觉得中央的一些标准应该更清楚，那不要跟一天到晚跟地方斗嘴了我觉得怎么做这个中央跟地方应该要合作才对。那接下来就是说，如果万一出现了什么样的一个状况，造成疫情重新卷土重来的话呢，那立即踩刹车，那哪些标准底下就要踩刹车，我觉得这应该要很清楚好，所以呢否则的话呢，全球目前呢就在这样一个状态当中摆荡又觉得透不过气来了，希望快点解封，不管是生活透不过气、心理透不过气，或者经济上快要窒息但是呢但是如果过早的话呢，是真的担心呢这个疫情没完没了。 OK， 好，所以呢这个部分呢是我们今天讲到相关跟疫情最新的部分提供大家。好，那这个接下来就看看一样就欧美股市的状况。欧美股市呢在昨天呢都是下跌的居多原因就在于我们刚刚讲到了第二波的疫情呢在重启经济的同时卷土重来那这个 股市这个市场上面感受到了，所以呢昨天呢都是下滑先从美国开始看起。好，在美国呢，道琼工业指数下跌了457.21点，收在23764.78点，跌幅是1.89%。纳斯达克指数下跌189.79点，收在9002.55点，跌幅是2.06%。
而 S&P 500呢下跌了 2.05%， 另外呢费城半导体跌了 2.77%， 好，这是美国股市都是下滑的。那OK， 欧洲股市的话呢有一个是上扬的，是英国金融时报指数呢小涨了 0.93%， 好，那另外的话呢法国跌了 0.39%， 德国小跌了 0.05%。 OK， 好，所以呢这个欧美股市呢下跌，当然跟我们刚刚讲到的就是说呢这个第二波的疫情恐怕这个复发，一方面呢就有点点也没有到真的很严重啦就包括我们昨天已经跟大家讲到了，包括呢像是中国大陆零星，其实真的是蛮零星的武汉先是一个再是五个，那我刚才特别看了一下看起来呢昨天也还是零星个位数但是他们现在呢已经决定针对武汉的100多万人重新进行普筛，就所有干脆通通检测用核酸检测看看呢到底有没有这个状态呢去巩固他目前这个等于是疫情降温的胜果啦不要让目前不管是两会也好这个他们的重启也好又陷入很可怕的再一次重来所以呢其实很零星包括像南韩说是很紧张，我刚看了一下那他昨天其实27个，先前是30几个嘛所以呢比起这个最巅峰的时刻当然都是落差很大，但是一旦有就担心代表的是可能不只是这个零星看到到的数字，而是说隐藏在社区里面还有没有一些黑数，我想这可能是一些防疫跟公卫专家最担心的那所以呢南韩其实也不多，我刚刚讲到德国其实也没有到多少先是有些是个位数，也就是两位数，然后这个德国是三位数，但是都比起过去来说的话呢其实是低很多的但是这种恐惧的心态，那所以你会觉得说那我这个重启经济要继续踩油门吗？还是要放松一点呢？还是要通通我们刚刚讲的刹车呢？我想这个部分的话呢是造成这个欧美股市呢下跌这个最主要的原因。那除了这个之外的话呢，当然我们刚刚讲到了美国的国家过敏跟传染病研究所的所长Fauci， 他昨天是在参议院的听证会当中提出正式的警告他说呢如果过快重启经济的话呢会造成不必要的痛苦和死亡。 OK， 好，所以这个话其实讲的还蛮重的，所以他看起来总是颇冷静的有时候还笑笑的，但是这个话听起来呢真的是但是目前的医疗专业可以受到这个政客跟领导人多大的重视现在已经不知道了，因为现在已经进入到另外一种以政治为重这样的个相关政策的阶段了。
好，回到蓝轩时间啊，那最近我相信呢，不只是过去这两天啊，这个包括接下来的几天的这些股会市哦，应该都会处在一个呢，到底该解封不解封，切身千万难啊这样的一个状况。因为呢，一解封了太快了啊，这个疫情又起来了；但不解封的话呢，在西方世界了啊，真的这个经济状况是真的还蛮严重的啊。好，那所以呢，我们来看看几个相关的一些报道跟数字啊。好，那这个数字显示啊，这个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说数字显示呢，包括这个就是他们在看这个所谓的这个经济的受创啊，这个未来的话，如果慢慢的重启经济要要缓步的这个回升的话呢，会怎么个一个曲线啊，说呢当然不用讲 V 型了啦，这不太可能，所以现在已经在讲说像是 Nike 的倒钩型啊，意思 Nike 画一下这个就是又打勾勾啦，打勾勾这左边这边是非常急剧式的，像是坠崖式的这个往下掉，然后上来的部分呢是很长很缓啊，那这要看你拉到多长多缓了啊，那所以呢这个倒勾型的复苏呢，目前看起来是大部分啊这个美国的一些经济学家跟一些市场人士啊他们认为的啊，所以他们认为包括美国跟欧洲在内的许多的西方经济体都要等到明年晚些时候啊，甚至更晚才可以恢复到2019年的产出水平，所以等于是有两年，今年是2020年，2021年等于是有两年的时间呢，很可能都是这个受到这个新冠肺炎的打击之后呢，慢慢复苏的一个状况，所以你就会反映出来今年春天它的严重萎缩程度到多严重啊？那这个严重的状况当然包括了就是前两天我们才讲到的美国的失业状况啊，美国的失业状况呢，等于是他2000多个人失业嘛啊，然后呢失业率是14%，这个数字的概念是什么呢？是要往回推到1948年有记录以来哦，他们失业率最高点哦，等于是在过去的接近半个多世纪啊，这个是差不多有70-80年的时间啊，这个美国慢慢增加的一些就业人口，通通一气之间泡汤，回到呢1948年那个时候啊，这个就业的状况啊，所以呢，对于美国来说的话呢，真的啊，就是情况是蛮严峻的啊，所以你可以理解说为什么各个地方啊，包括呢川普啊这么的紧张哦，这么的期待哦，这个出来，那甚至呢，过去这几天你看到呢，像美国人哦，他们有些地方重启经济之后，哇塞，那个他们自己的形容不是我的形容，自己形容叫猛兽出夹哦，就是发了疯一样的哦，这个出去，然后呢，就是大吃大喝呢，甚至还荷枪实弹上街头，我不太能理解他们为什么要荷枪，代表的是什么啊、哦？是就是对抗新冠肺炎，对抗这种要去进行。这个封城的这种制度，那种等于是那种无言的呐喊嘛，不太明了，但你可以知道说那种心理上面的纠结哦，跟那种郁闷啊，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好，但是那这个一解了以后呢，接下来啊，经济又很可能呢，你想要救经济，反而又会害经济。我想这个问题是真的比较这个很为难的地方了啊。那不只是这边讲到说呢，预估美国跟欧洲啊，那事实上我们看到的数据显示啊，就中国大陆方面的话呢，也不太可能出现 V 型的复苏。他们啊，这个自己的经济学家也认为啊，这边像是一个交通银行的这个首席分析师，他就说这个相关的数据显示，这个数据讲的是在昨天他们的国家统计局公布了4月份的生产者物价指数啊，它比去年同期下降了3.1%，比起去3月份啊，这个下降了1.5%。超过等于是3月份下降1.5%，那但是呢4月份下降3.1%哦，那所以呢等于是整个的状况哦，代表了一些价格通通都暴跌。OK， 好，所以我刚讲到这个首席分析师，他就说呢，看了这个数字之后，他就说呢，想看起来啊，这个中国的经济活动应该不会呢V型反弹哦，那从整个的疫情当中恢复的过程也将会是缓慢的。OK， 好，所以呢这个部分呢，它代表说。美中两大经济体如果的复苏都是缓慢的，那现在再加上呢才刚刚解封，又开始出现疫情的恐惧的话，那可能必须要重启的更谨慎更慢，那么接下来的疫情的复苏可能就要更长更慢啊，我想这个都是相互牵动的了啊。 OK， 好，所以呢这个局势啊，是目前这样的一个分析是可以理解也必须要去理解的。好，但是因为这样的关系啊，那政治就开始进来了。在今天最多的新闻是来自于像美国，举例啊，美国呢川普又是对外攻击中国大陆，对内啊是攻击地方政府。好，所以呢这个在今天看起来的消息是第一个，他是力挺这个加州的 Tesla
就是我们昨天讲到了马斯克啊，他不是说他要强行复工嘛啊，这个加州目前呢，对于他们的申请还是觉得稍安勿躁啊。这个区目前看起来，他们是一区一区哦，他们是看数字，这个区看起来疫情比较缓和 ，OK， 先解封；这个区看起来比较严峻，但还不行。那这个特斯拉哦，他这个区目前不行啊，但是呢，他就是强行复工。他昨天说啊，要罚我好了啊，所以呢，因为他昨天上万人啊，我看到这个美国的 CNN 啊，他们已经还在这个这个有点像日暮低垂的时候啊，还去看他这个亮光啊，整个工厂的厂区都是亮的啊，有上万人呢都在工作了，所以确实他是违反加州的命令啊，他是强行复工的啊。但是不只是在昨天讲到的，是他们的财政部长梅努钦啊，力挺呢这个。特斯拉在昨天啊，这个稍晚啊，就我们今天得到的最新消息，川普发推特啊，力挺啊，这个就是特斯拉啊，马斯克，所以代表说呢，在联邦跟地方的概念里面呢，他不挺地方政府，他挺一家企业啊，所以呢，他认为啊，这个加州，而且还呼吁啊，这个加州应该要让特斯拉能够呢来加强啊，这个他的这个工厂的运作。好，所以呢，这个部分真的是，那你说该怎么办啊？一个国家里面啊，这个总统他不挺他的政府体系，他就挺了一家民间企业，所以各个州啊，到底该怎么办？那不止这个啊，还包括了等于是对于中国大陆批评啊相关的攻击呢，更加加码。他昨天呢，针对这个指示美国一个联邦养老基金停止对于呢中国相关的企业呢进行投资，那当中呢有一笔比较受到关注的是$40亿的投资案呢，要求他喊停那这个部分呢，美国媒体报道是说呢，他等于是对于中国隐匿疫情的报复行动之一那所以先前的报复行动是让这个中国大陆的记者在美国不能够就采访的时间等于是申请可以采访的时间缩短过去无限期，现在缩成3个月。那现在继续报复就是说你连一些相关的投资等于是联邦基金对于中概股的投资呢，目前都有意要去禁止喊停那所以呢，这些手段呢，看起来不会就只有一件两件而已所以呢，未来会不会呢继续出招？所以我们今天看到呢，这个相关的这个一些关心到闻到这个味道不对的其实呢都做了一些分析，包括像 BBC 呢专访了前白宫的中国事务部的主任叫做何瑞恩，他参加过4次这个习川会，他觉得很悲观，他认为双方在对抗。
好，回到蓝轩时间啊，所以我们刚刚讲到说呢，因应这样的一个疫情状况，因应呢重启经济之后啊，看起来呢，这个疫情可能会卷土重来，所以呢，重启经济的动作显然的必须更加的谨慎啊，所以呢，整个的经济复苏的速度可能会来的更加的缓慢，或者是说呢，我们人们的生活啊，可能真的是未来要学习在某个程度的社交距离、戴口罩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底下啊，匍匐前进嘛，不要讲匍匐前进，就是说维持，尽量维持一个正常的生活，所以它一定会是一个低度的或者中度的经济活动的复苏，而不会是一个回到100%的那么一个经济的复苏。我想这个部分的话呢，是大家要有一个心理准备所以至于这样的时间要拉几个月还是要拉几年，就要看这段时间用这个方式跟疫情共存的一个状况是怎么样。好，但是呢，也因为这样子的关系所以对于川普来说，你可以了解他的选情真的就是告急了那他很紧张，因为他等不了数个月或是一两年，他马上的就希望能够看到呢他自己在这个经济部分呢最擅长的，自己也最骄傲的这个经济部分嘛那所以你就看他最近的力道真的是越来越重坦白讲我是觉得有点糟了因为呢其实在这样的防疫当头真的是医疗专业，我认为是应该是放在第一位医疗专业、防疫专业应该放在第一位，所有的全球的公共卫生跟医疗的专家都应该要他们要能共同努力然后能够要团结，不管是去研发疫苗也好，去找一些老药新用也好，或者说呢在一些防疫的政策也好，大家必须要齐步，因为你现在会发现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地区可以独善其身的，因为这个病毒是全球跑的，那全球的经济也是呢整个是相关联动的所以你今天好，但是问题是你明天可能就不好，你邻国可能不好，或者飞来一个什么样的东西，真的是这个样子。好，但是政治在这个时候呢，我觉得政治伦理它完全干扰了医疗伦理。好，所以呢目前看起来的话呢，川普我们刚刚讲到了他对于中国发动的这个相关的行动目前也引发了中国大陆，他们也毫不这个留情的也就对杠所以我们刚刚讲 BBC 他专访了这位呢参加过四次这个川习会的这位这个中国事务部的主任他叫做 Ryan赫他是翻译赫，他说呢他说他参加过之后，他认为到目前这个状况已经是叫做这个中美关系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跟这个新冠病毒的重症病人一样，需要重症的监护他说呢这个部分已经不是在叫做竞争了，他叫做对抗。他说呢，中美关系呢脱离竞争状态，进入了对抗状态那这个报道里面不只是访问这位这个何瑞恩他们也访问了像是 New Yorker 他的这个杂志的前驻中国的记者他也引述了中国他引述了白宫高级官员的说法，说呢美中关系目前处在一个自由落体的状态，懂直接这样掉下来所以他们呢都忧心忡忡那包括呢在目前看起来的话呢，接下来他们认为呢，就是川普为了他的选情所以呢，他必须要去找出一个等于是责任的归属的一个对象所以呢，目前的话就是把这个中国当做他们的一个责任的代罪羔羊，或者说呢一个谴责者，但是呢，也面对中国大陆呢声浪越来越高的战狼外交他们也就是完完全全毫不留情的以牙还牙所以呢彼此之间呢就是出现这样的一个相互对峙的状态有点像螺旋式的往上升所以这个情况目前完全他们担心的是减少了国际之间合作抗疫的空间，真的是就像我刚刚说的一样那甚至呢在经济部分呢也会带来更多的一些问题。好，所以这是另外一份报告，这报告是来自于纽约的一家叫做荣鼎这个 Rondium 这样讲 Group 这个投资顾问公司，他们的集团的年度报告，他们指出呢这个报告呢是华尔街日报引述的他说呢在中美之间看起来呢他们的相互投资将会很明显的下滑，影响所及呢可能不只是直接投资，还包括了跨境收购，还包括了风险融资，这些部分的话呢都在目前跟未来一段时间将会相当程度的破坏原本呢一度充满活力的商业关系。好，所以你会发现呢这个部分真的是民间其实企业也担心然后呢
政治啊，这政府的啊，这个双方政府也都担心。坦白讲，我们天天在这样子媒体工作者在看啊，我们也非常担忧啊，这样的一个中美的情势。但是啊，照理说应该要合作的，反而啊更加的撕裂。那彼此之间啊的政治上都有他们必须要去顾的政治利益啊，所以呢，彼此之间都没有在低头的啦。哦，我想这个就是目前最大的问题哦。所以呢，这个刚刚讲到了荣鼎公司他们的数字啊，显示出来去年中国在美国的直接投资啊是50亿。那是已经是十年来啊，这个金融危机以来最低水平的啊，因为那个时候是贸易战。那美国对于中国的直接投资是140亿啊，有稍微的小幅的增长啊，但是也不过是在正在进行中的投资案，也没有新增的啊，所以他们非常悲观的认为啊，再加上今年疫情，就原本的贸易战就已经是一个中美对峙的一个态势了哦。本来我们那时候就分析说它不会是一个短期的，它是一个战略长期的一个拉锯。那现在看起来的话呢，再加上疫情哦，彼此之间政治啊，内部政治的需求，整个的态势呢再往上拉高的话呢，引发出来的可能不只是双方的政治紧张，还包括了经济当中哦可能的一些影响。那当然，等着再往下走的话呢，就是一些地缘政治、地缘经济都会受到一些牵连。好，所以呢这个部分呢是我们看到啊，在这一两天发展下来，确实哦，就如我们所说的。媒体之间啊，也开始出现一些比较悲观的或者担忧的分析了啊，包括企业也是。好，那刚才讲到呢，这个美国的经济的沉重状况啊，还包括了债务。这边讲到四月份的赤字预算啊，是7380亿美金，创下史上最高纪录。好，那所以呢，这个比较好的好消息是，美国的众议院的民主党啊，他们公布呢3万多美金的纾困方案的细节，目前呢正在拟定当中，很快的就希望能够通过来执行。好，那这个企业到底该怎么办啊？那企业呢，在这个里面也是这个如履薄冰的匍匐前进了啊。我们刚刚讲到的比较诡异的是啊，像特斯拉强行复工嘛，他先前还批评呢这个加州的一些禁足令啊，是法西斯式的管理啊，所以呢他很独断独行了啊。那但是呢，他虽然这样做，川普也挺他。哎，但是它的股价呢是下跌的哦。我们其实后来看到，美国是不少人哦是反对哦，像是特斯拉这样的一个行为的。它昨天呢，股价是跌了0.23%。那另外像是波音的话呢，他们的公司的执行长在昨天也特别说，他们的737 MAX 正在接近复航的阶段。哇，这天应该很乐观。说呢，他们接下来呢，在疫情缓和之后啊，应该可以重新上线服务。但是呢，股价。不买单，他昨天下跌了2.74%啊，所以显然呢，其实很多人还是看这个局势看的是清楚的啊，不认为可以这样草率的仓促复工的。我们休息了再回来。
好，回到蓝轩时间啊，所以呢，在刚才讲到的是国际当中的一些疫情跟这个疫情底下的经济啊，这个相关的局势，还有因此呢升高的啊这个美中之间的啊这个对抗啊，这个对抗看起来呢目前一步一步的拉高啊，除了从一开始的病毒的来源啦，隐匿疫情啦，到后来是不是这个什么武汉研究室啦，哦、啊，到接下来的话呢扩及到了一些记者的采访啦，扩及到了一些呢这个政府基金的投资啦，再来的话呢还包括了像是昨天啊这个在白宫的记者会里面，美国的CBS 这个算是三大新闻网里面的记者啊，他只是好巧不巧是华裔记者，女记者提问啊，问到呢这个川普啊，在记者上会上面，夸口啊说呢他们的这个核酸检测啊，这个相关的检测呢是全球最多的啊，大概有检测到什么1000多万呢 啊，他说啊这个是全球第一啊什么什么的，那这个 CBS 的记者呢就举手。发问啊，他就说呢，其实美国到目前为止每一天啊都有很多人染病，每一天都有很多人在死亡，他到底把这个啊，他认为讲这个数字把它当作一个全球的比赛一样一个竞赛有任何意义吗啊，那他就是问这个问题，就说你需要这样去夸口啊这个问题吗啊，那就算这个这个部分是赢了，那但是其他部分这些呢还在啊这个疫情当中挣扎的人又怎么说呢啊，政府做了什么呢之类的啊，那但是没想到呢就川普回他说他的意思就是说你为什么不去问中国这个问题，为什么来问我这个问题啊，那为什么要冲着他去问这个中国问题啊，所以这个华裔女记者呢他就说他就继续举手，他就说你为什么要针对我问这个问题，为什么要我去问中国，是因为我吗啊，所以这个意思就代表说你叫我去问中国，那因为我是黄皮肤所以你就叫我去问中国嘛，因为他事实上是美国人，他2岁、他当然是这个从中国大陆移民，跟着他妈妈移民到啊这个美国去了，2岁就移民到那边去了，他是一个美国人，所以这个事情的引发了这个美国这个整个就是舆论。媒体啊，在网络上面大讨论啊，很显然，川普他就是一个种族主义者嘛。我真的觉得川普最糟糕的地方在于，他是一个种族主义者，他是一个大沙文男人主义者啊。所以这两件事情，事实上很。就一个民主自由啊，这个全球最大的一个民主自由国家来说，是一件很丢脸的事情了啊。那这件事情回到这个话题，那所以他只是因为他看起来像华裔，然后他现在呢，等于是全方位的像一个刺猬一样的哦、啊，就是面对中国哦、啊，只要提到中国两个字，哇，他整个、啊、就是压起来了哦、啊。那所以呢，这个事情呢，引爆了啊，这个相关的一些议论啊，也让这个。话题、哦、跟这样的一个对话昨天在网络上面几乎、啊、就是疯传、啊、所以呢这是在今天国际之间、啊、看到这个相关话题，那所以呢处在中美之间的台湾、哦、我觉得这段时间真的是虽然我们的防疫做得很好，我们也希望借此在国际当中扬眉吐气、啊、但是呢真的千万不要成为中美、啊、这个角力底下的竞争的牺牲者、啊、牺牲品，因为短期之间11月以前、啊、这个态势不会变，因为它要选举，但是之后呢哦、所以他这个之前我们呢到底会被怎么样子当棋子去摆布，那之后的话呢可能万一有一天中美之间又携手又笑脸相迎的时候，那我们又会怎么样子被抛弃、哦、我觉得这部分都是我们要去亦步亦趋非常很谨慎的去观察的、哦、像今天最新的消息、啊、这个大陆方面在8月份决定要军演夺东沙群岛，东沙群岛是什么，是谁的岛，是我们的岛，我们说是我们的岛，我们的驻军在那个地方，那当然在南海地区大家都各自声称了、啊、但是呢摆明了、啊、这个中国大陆方面中国方面他们是要去做夺岛演习的、啊、那我想这意义、啊、不言可喻、啊、他们的意思对外是说因为美军在南海的行动呢也越来越嚣张，但是呢双方都这样相互指控了、啊、但是呢双方如果 认为各自的、啊、这样子的一个行动、啊、在这个南海地区越来越嚣张，他干嘛去冲着东沙群岛进行演习，我想当然跟台湾有关。好，所以呢这本也跟过去这段时间啊，这就是他们认为啊台湾呢以疫谋独啊，然后呢跟美国越来越近啊，然后呢美国也在最近、啊、看起来号召很多人说要支持台湾呢加入、啊、参与这一次的 WHA 大会、啊、但是说半天呢美国自己也不提案、啊、那所以呢我们呢就是一路嗨，我想这个事情、啊、就整个看起来是这样的个发展、啊、那对于台湾来说的话当然 今年是一个最好的机会、啊、如果能够加入很好，但如果真的不能加入，台湾的防疫成绩因此被打折了吗？
我真的不认为，我真的不认为。我说，我觉得这方面我们也要有自信啊，就是说能加入国际组织当然是一个很强的政治象征，但是呢，就算不能加入，其实过去那么长的一段时间以来，国际的现实就是这个样子，你没有美中双方同时点头是不可能的啦。哦，所以我们今天在讲到说 WHA， 我们在批评说啊，为什么谭德赛不发给我们？为什么以前的这个那个南韩啊，就是香港啊，当初当这个 WHO 的这个主席，他为什么可以发给我们？那因为背后美中会桥嘛。那当初那八年马英九执政的时候，是美方同意，然后中方也同意啊，所以他们的秘书处就发函来了。那现在呢，看起来是美方同意，中方不同意嘛，所以他的秘书处就不发函来了。那你说，哎，为什么以前秘书处发函，现在不发函？啊，因为背后的状况不一样。我是真的觉得这件事情，不要去政治口水，老百姓真的也没那么笨。那对我们来说的话，我们能够争取当然很好，但是呢，如果你把这个态势拉太高了，我觉得期望上的落差我觉得也会很糗，然后而且我们不需要把那么多的一些资源放在这一些，如果成那我们可以努力去做，如果不成，我就反映出来的是我们政府啊，如何去拉出一个战略纵深，一方面又要面对防疫，二方面呢又要去面对可能我们的重启经济，三方面呢又要在美中之间我们要得到我们最佳利益啊。所以我一直觉得今年的 WHA 目前看这个样子，我们不太可能啊，因为我们做得很好所以就进去，因为美中的战斗啊看起来是更严峻的。那我们为什么不跟美国，如果美国那么需要我们，我们不为什么不跟他要求其他更实质的好处呢？我觉得这是我们国安会议如果有再开啊，我们大家如果真的有在想一些真正比较深刻的事情的话，我就应该做这些事情啊，不是做这些听起来好像很虚华，就是很虚华。然后呢，哇，我们可能我想民进党的支持者又觉得很开心，把独派更开心。但是这些事情有意义吗？啊，我觉得这就镜花水月，不是吗？对于大家更有意义的是，我们实质上能够得到多少好处？如果美国因此跟中国断交、跟台湾建交，我觉得很好啊。如果可以的话，不可能嘛。那如果这样的话，那是不是我就说好随便，我们的贸易协定要不要签一下啊？你不要一天到晚逼着我们去进口美牛可不可以？我想这些事情都是更实际的事情了啊。好，所以回过头来看实际的事情，目前的话呢，真的要讲好消息。我们刚前面呢讲那么多啊，这个西方啊，包括美国啦啊，这个欧洲啦，包括连中国大陆现在呢重启经济都觉得很谨慎啊，不太敢。因为他们的疫情状况呢没那么的乐观，但是台湾真的相对来说呢是幸福的，是幸运的，所以今天的各个方面的消息都是我们要逐步解封了。好，这个自由时报的头版头条报道的商务人士很可能可以慢慢解禁了，我们要以商务为最主要的，等于是飞机可以飞来咯，可以呢有一些可以来入境了所以这边讲到说黄秋生还说他准备要入籍台湾籍。好，中国时报的头版报道的是我们在5月20号之后防疫旅游开始要有采线团了，等于是在做好防疫的状况底下呢，本土的安心旅游呢可以开始出团，有团就代表旅行社可以有生意做了。好，那再来联合报的头版头条，10万块钱的劳工纾困贷款呢要加码，先前的万元之乱讲到的是直接发现金。那这边讲的是纾困贷款那这个纾困贷款是10万块钱等于是条件比较松所以很容易可以贷到款。那现在已经超过54万人申请超过限额了，目前的政府说再加码30万所以呢这也是一个比较好的消息。陈时中昨天的防疫记者会上面他脱口罩了嘉义市也说他们有些地方可以不要强制戴口罩了所以一切呢看起来都在舒缓当中，但是也不要过度。